而且还不容易吵到楼下邻居哦。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马上开始运动吧 ，Go！ 第一个动作是屈膝礼，开始。你想一下，我们是英国皇室一份子，我现在要跟女皇说好，王子好。尽量蹲低，但是膝盖不要撞到地板上哦。记得向后伸的那只腿不是往正后方踏，而是斜后方的方向哦。最后十秒，现在你一定会感觉你臀部外侧肌肉非常的酸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坚持。下一个动作是深蹲踢屁股，开始。踢屁股的时候要确实踢到屁股哦，不要忘记深蹲的时候下巴都要保持下压，屁股向后坐，蹲低蹲深哦。记得保持稳定的呼吸，不要憋气。屁股确实有往后坐的话，你膝盖自然就不会超过你的脚尖哦。差不多再深蹲两次就可以了。下一个动作是向后分腿蹲加转腰，开始。我们做分腿蹲的时候，记得要把重心放在留在前面的那一只脚。上空的那只脚只是帮助维持平衡哦。整个过程中，你的肚子、核心都要收紧，转腰的时候要确实感觉有没有转到你的腰部哦。再转最后十秒。下一个动作是不跳波比加伏地挺身，开始。如果伏地挺身的难度对你来说太难的话，我们可以把难度加一级做跪姿的伏地挺身哦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急，以一个平缓的速度往后跨到伏地挺身的定位姿势。伏地挺身的时候，记得肚子都一定要收紧哦。最后五秒了。下一个动作是右离子踢腿加对角延伸，开始。这个动作我们先做一次正常的离子踢腿往后方踢，之后呢，我们再换到对角的延伸，用力的往斜后方踢。这个回合我们就会先踢右腿，下一回合才会换左腿哦。整个过程核心都要收紧，脸记得朝向地面，才不会过度的凹腰哦。很酸对吧？最后十秒，继续。